张新成英语圈粉，爱豆业务能力过关，业余技能才成加分项。现在的爱豆们拼的真是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，各种五花八门的业余技能成为明星们新的加分项。张新成与英语磁带如出一辙的口语发音刚刚技惊四座，网友们又发现他唱歌、钢琴、吉他等才艺也是手到擒来。不过想让业余技能成为加分项的前提，还是需要唱歌、跳舞、演戏等主营业务能力过关，否则只会被视为不务正业了。刚刚在《陈情令》中大爆的王一博和肖战也是通过业余技能大大加分的优质爱豆，业余技能成为加分项，前提是他们在演艺圈立身的饭碗捧得足够牢靠，而如果没有过硬的业务能力立身，再强的业余技能也只会招来不务正业的 diss。